猪爸爸、佩奇、乔治，快出来分好吃的喽！哇，好吃的！天这么热了，我想吃个冰激凌。哇，我想吃草莓蛋糕。还有我乔治想吃一个大汉堡。呵呵，你们想吃的东西呀，都在这儿呢。你们呀，要回答我猪妈妈的问题，回答对了才能让你们吃。那猪妈妈，你先来提问我乔治吧。乔治真是一个小馋猫。好啊，乔治，我来问你，天上有几个太阳呀？妈妈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一个太阳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乔治，大汉堡是你的啦。第二个问题，佩奇来回答，天上有几个月亮呀？妈妈，这也太简单啦，有一个月亮。佩奇回答正确，草莓蛋糕就是你的啦。哎呀，猪妈妈，这问题这么简单，谁不会呀？把好吃的直接给我们就行了呗。猪爸爸，你别着急呀，你的问题来啦，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呀？啊，这我哪数得清呀？哼，数不清，那这个冰激凌你就不能吃。啊，猪妈妈，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？回答不上来是吧？那这个冰激凌就是我猪妈妈的了。谁让你昨天偷看美女了呢？这是对你的惩罚啊。